独家管道号，黄璐和范伟明日婚礼预告。最诚挚的灵魂是一生挚爱艺人。策划没统筹没执行，王瑞瑞。摄影周围化妆王玲。撰文黄子莲，拍摄统筹小号。服装助理威廉。场地明谢，平行空间摄影工作室。去年一档演员的诞生，让无数人都对黄璐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在这个女明星绯闻大过作品的流量年代，靠精湛演技来证明实力的黄璐是个低调的例外。做人如是，面对爱情的态度亦如是。黄璐和范伟的感情很少在公众面前曝光，他们安安静静地过住自己的生活。即便在舞台上有光芒万丈的时刻，他们也能在远离舞台时隐去光辉。在他们的生活里，生活可以变成诗，诗可以唱成歌。Dash, I will always love you, Dash。黑色晚礼双排扣西装外套套装，白色正装衬衫 from Cotton Suit and Tie 黑色领结 GMV's 白色透视蕾丝婚纱。第二钻戒 Dairy Ring My Heart 系列浪漫之心钻石项链，初心耳环，小心思手链。花束 from 幸福计花艺工作室。黄璐和范伟的初次相遇是在一次聚会上，范伟为朋友们选定了一个四川火锅店作为聚会地点。从川蜀之地走出的川妹子黄璐自幼便品尝到了四川火锅最好的滋味，暗自比较一番，当下得出了这家火锅店非常的不正宗的结论。这结论也波及到了范伟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自然也不会去把一个吃得不太好的男生放在心上。黄璐对于感情从来都是秉持住静候佳音的心态，遇到自己中意的男生不需要主动去撩，个人魅力就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坐在男生对面，就算是在撩了。范伟沉稳而平和，黄璐坦率又洒脱，朝夕的相处让他们互相都沾染了对方的脾气性子。俩人之间若是有小摩擦，黄璐必定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绝不会让事情烂在心底，而范伟则总是先低下头道歉的那一方。自先沉稳而后爱人是范伟一直铭记住的，这也是爱一个人最从容的方式。黑色晚礼双排扣西装外套套装，白色正装衬衫 from Cotton Suit and Tie 黑色领结 Cotton 黑色漆皮拼彩色鞋带晚礼鞋。GMV's 白色透视蕾丝婚纱，是一镶钻高跟鞋。而钻戒 Dairy Ring My Heart 系列浪漫之心钻石项链，初心耳环，小心思手链。花束 from 幸福计花艺工作室，全情以待的信仰。黄璐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歌手，作为班里的文娱委员，黄璐全权负责班里参加学校里重大活动的节目。慢慢的，黄璐发现电影似乎比唱歌对于他来说更有魅力，他会经常在家里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场小剧目。机缘巧合之下，还不是演员的他有幸参加了杜琪峰导演《百年好合》的拍摄，饰演了古天乐的小师妹，表演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日后必将茁壮生长的种子。
他当即从四川的一所高校退学，重新投身到高考的万马千军之中去。连父亲都觉得只是去玩玩而已的黄璐，一考集中，演员的金色大门对着他真真切切地打开了。此后他带助他的演技和独一份的气质合作了一位又一位导演，似乎有了他的参演，影片的得奖之路会走得稍微容易一些。1月3号，粉色条纹针织衫 ，C3M 白色水洗休闲裤，粉色甩袖针织毛衣，粉色热带植物花长裙 ，No from Nature Colors。第二钻戒 Dairy Ring Maker 系列减色款套链出新耳环。被问及如何平衡艺术创作中的俗和雅，黄璐坦言这会是导演在拍摄当中帮助演员去完成的。我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人，是不会排斥大排档和苍蝇小馆的。黄璐会在很接地气的地方自己创作拍摄时尚街拍照片，在他看来猪肉摊也可以被拍得很艺术，这就是雅俗共赏。电影对于范伟来说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几乎没有出现在荧幕前，偶尔兴致来了也会接一些影视或平面广告，大多数时间专心于幕后工作。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，他深知一个项目的完成背后有各种不易。市场、剧本、投资回报、艺术观赏性、目前幕后团队预算和周期、投放平台、口碑效应等等因素，皆需要仔细考虑，权衡再三。对于他来说，工作能力和凝聚力是他挑选团队的首要考虑因素。喜欢电影的人，脑子里也在不停地拍电影，画面也许是在无名的苍蝇小馆，也许是在健身房里如雨挥洒的汗滴，也许是踏住冲浪板立住的最高的浪头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碎片皆可以是电影一证。范伟和黄璐像电影一样去生活，把生活也过成了诗。来搜黑色机车款皮衣外套 C3鹅 白色印花 T 恤，来搜黑色破洞牛仔裤 Canary 黑色乐福皮鞋 Suit and Tie 黑色暗花纹西服外套 GMV 搜跟纱印花真字母胸连衣裙 Shim 镶钻高跟鞋。第二钻戒 Dairy Ring Maker 系列浪漫之心钻石项链出新耳环、小心思手链。对于黄璐和范伟来说，维持美好婚姻的秘诀就是保持新鲜感，永远都要做自己。在黄璐看来，他们俩都是自我的人，并不会为对方特意去改变自己的习惯。自我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每个人终其一生要做到的就是找到自我，然后坚守住自我。为了爱人而去改变自我，调整自己的思想框架，反而容易自我崩塌，感情也容易坍塌，因为爱人当初倾慕的也就是原本的那个自我。
把自己设法保全下来的自我核心给爱人，不被短暂的欢愉和时间所曲折，未免也太浪漫了。谈到爱这个字，黄璐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女儿丽月娥。女儿纯真浪漫，教会了她许多当大人太久已经遗忘了或是想不明白的事情。和范伟一起去甲米岛旅行是黄璐近来经常提取出来回味的记忆了。两个人一起坐在海边，面对住大海吹住海风，在海滩上支起烧烤架，十分之惬意。黄璐眼中的幸福不是有多么浓情蜜意的生活，可以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就足够幸福的了。相伴多年，爱的感觉于黄璐和范伟而言就是很平和地、很满足地、静静地去生活。范伟和黄璐兢兢业业地履行住自己的职责，在宇宙洪荒之中如履薄冰地祈求，祈求守护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。米白色双排扣西服套装，米色系带抽绳圆领修仙衬衫 ，All from Hugo Boss。单 Q 雕花黑色皮鞋。GAVS 米白色蕾丝泡泡袖小礼服 ，Shim 粉色缎面系带尖头高跟鞋。DR 钻戒 Dairy Ring My Heart 系列奢华耳钉，巧克力奶油 Cupcake 蛋糕 From Pantry Space 派月房，陶瓷金属拼接茶具套装 From 小罐茶。Cosmo Love， 你觉得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？你认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有哪些？黄璐，男人会要更有责任感一些，但不要中年油腻男，相比较起来男孩更可爱，更单纯一些。Cosmo Love， 你认为在爱情中失去理智的行为有哪些？如果你爱上一个人会失去理智吗？黄璐，很小的时候和别人吵架会气得从摩托车跳下来，那时候真的很激烈。随住年岁的增长，我已经平和一些了。Cosmo Love， 聆听男人的诉说和给他们做一顿饭的区别是什么？你会怎么选择？为什么？黄璐，我会选择做一顿饭。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，好吃的东西能够带来温暖，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聆听。Cosmo Love， 回过头去对自己20岁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黄璐，继续做你自己，美好的未来会等住你。Cosmo Love， 为什么是这句话？黄璐，回想20岁的时候，我确实做过很多傻事，但我真的都不后悔，是那些事情成就了现在的我。Cosmo Love， 对自己10年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这句话？黄璐，希望你能够继续魅力和优雅。女性不管什么年龄都要保持优雅，你可以不用整容，你也可以有皱纹，但气质才是最重要的。想要了解更多黄璐和范伟的婚礼资讯，还请明天持续关注时尚新娘微博和微信。最全最独家的一手现场图，全部都会及时放送。